你就坐在这儿，我坐在你的边上。哎，简小莲怎么还没来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我得在家做完饭才能出来，要不然我老公一个人忙活不过来。哎，怎么变这样了？我这一来，好像气氛有点掉下来了。小莲，过来，挨着我坐。哎，妈好，来来来，你们两个妈妈坐在一块儿啊。挺好的，你呢？小莲啊，明知道今天是同学聚会，怎么也不打扮一下，涂个口红，这裤子也是，弄的什么东西就出来了？这不是带孩子，难免的。你一个人带，没人帮你啊？嗨，我婆婆身体不太好，你说我要找阿姨吧，又贵，主要也不放心嘛，哈。你们是不知道，要生完孩子真的是一天24小时的连轴转，不是围着孩子就是围着锅台转。哎呦天哪，生孩子那简直女人就像是脱了一层皮一样啊，太累了，白天没时间休息，晚上也没时间休息。哎，你看我这胳膊，你摸摸，哇，这肌肉可以啊。哎，小莲你真行，不，你都忙成这样了还有时间去健身啊？健身我是带孩子带的，但这我的天哪！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吃顿饭我来请啊，不要客气。大家随便点，不要给我省钱。舅，你怎么回事？也在家带孩子？我带什么孩子呀？我们家两个阿姨，用得着我带吗？我们班上当年的丑小鸭，居然现在变成美天鹅了。说什么呢？小莲，你看看人家，同样都是当妈的，这差距啊有点大。下次得空啊，你找晶晶去取取经啊。取什么经呀？跟你说啊，这一句话，靠钱养。女人吧，就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，特别是怀孕之后，更要对自己好一点。是。还不是得用钱，你看你的老公多给力呀，现在听说在弄上市啊。他的事啊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他只要把卡交给我就行。小莲，你这个耳环是在哪买的呀？我都想了很久了，国内好像都还没有吧。是国内没有，这是我斥巨资在那个网上买的，50多块钱呢。那个，我去个洗手间啊。哎，我陪你。这个耳环我都想了很久了，一直都没买到呢。来来来，那我们坐下去用，继续喝吧。哎，小刘，别跟他们一样，他们就喜欢开玩笑。是。哎呀。他说的也没错，生完孩子要是没钱的话，可不就是没有资金吗？我这一天24小时，哎，连个洗澡的时间都没有了。我这还是收拾着收拾来的呢。你都不知道我平时憔悴成什么样了。前几天我在小区里边的时候，那小区邻居直接把我给当成那保洁阿姨了，直问我。阿姨，一小时钟点工多少钱呀？别开玩笑了，不至于啊。孩子太累了，而且孩子真是费钱啊。我这衣服哪儿舍得花钱买呀？我但凡攒点钱都投资在孩子身上了。所以呀，要是条件没具备啊，能晚生就晚生，大不了不生。我说我年轻没经验，我也这么觉得，所以我在犹豫呢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有了吧？行，我还没想好要不要。刘爱，哎，来了，走，吃饭去。你去吧，我这家还有孩子呢，还不知道我老公是不是手忙脚乱了。走，我就回去了，你们吃吧，咱改天再聚啊。好，电话联系。哎，
来来来，赶紧吃吧。什么味儿啊这是？你反正想吃香辣蟹吧，我下班啊就打包了一份给你，怎么样？孕妇不能吃辣的，你知道？啊，是不能吃啊，咱不是不生孩子吗？不生就随便吃嘛。你说真的？真的，我想明白了。哎，我那天看一对小夫妇为生孩子吵架啊，女的什么都想吃，男的什么都不让她吃，为了要孩子，俩人争得鸡飞狗跳的。咱不能学他们，不要了，想吃什么吃什么。不对，蒋光，学我妈的吧，套路我。谁？你妈妈套路你？20万块钱都赔进去了，啊，这一盆怎么得300多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天天套路你，我们套路不起啊。说的也对，有道理。就是我是认真的想了想，想明白了，孩子这事儿呢，你没做好准备，我也没做好准备，对吧？谁叫我没本事呢？挣不着钱呢？咱不能让孩子生下来就野蛮生长，万一长成你这样，这不是麻烦事儿吗？对对对对对对，我怎么了？你不是有时候脾气不好吗？我认真的看书研究了一下。这孩子可能就是因为小的时候父母陪的时间不够，所以才容易暴力，容易自闭，容易失去控制力，容易没有责任心。谁暴力？谁自闭？谁没有控制力啊？谁被遗弃啊？你别误会，我就说，我怕咱孩子长大了以后没你这么强大，这得在恶劣的环境下才能更优秀嘛，是吧？阳光，你是不是拐着弯骂我呀？谁在恶劣环境下长大呀？我告诉你，我的童年特别的幸福，我妈妈很爱我的，好吗？再说了，我非常有信心，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栋梁之才，就算不是龙中龙，也是凤中凤。别别别，不是还有我这不良基因吗？对吧？你说的对，老婆，咱既然不能造福社会，也别给社会添麻烦，啊！不说了，趁热吃吧。你自己吃吧，我现在心情非常的不好，怕我吃完了咬你。别找我。着急找工作，休息休息也挺好。什么意思呀？没什么意思，这是人流伤身体啊，休息休息是好事儿啊。真没别的意思？没有，没有，就是单纯关心你，真的。没有就好。老摸我这瓜子脸。哦，对了，我忘了跟你说了啊，医生那边手术时间我们约好了。那你想过怎么跟妈交代吗？哎呀，妈那边你甭操心了。那我不操心，谁操心？好看吗？
什么神经啊你？大中午不去吃饭在这装神弄鬼，你吓死我了你！我要死。要死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这怎么了这是？干什么呀你？生病了，这不是病例啊。录像的报价单，电脑里的原始数据已经被我删除了。我本来就是个实习生，本来就分配不到什么工作，好不容易有一个工作给我了，我还弄砸了，他们知道了肯定会把我开除的呀。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，你说你再把我给吓昏过去，你找工程部帮你恢复一下数据不就得了吗？来不及了，他们马上就要。马上就要？嗯。那怎么办啊？就拼呗。怎么拼嘛、哎？你看我这一中午了，就拼了那么一点儿。这工作得有点耐心，这不都在这儿吗？肯定都在是吧？嗯，那就拼呗。哎，以前我也干过这事儿，得花点时间。你那个找两卷胶带纸，啊，我帮你。快去吧，赶紧的，愣着他也不会自己恢复。哎，别给带跑了。